Chach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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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好好跟你谈一谈好不好？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我就要回日本了。也许这次离开，我就再不会回来了。我拜托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让我们谈一谈好吗？罗小胖，这里。林旺旺，有。黄飞鸿，要。 孙诗诗、李静、卓芬芳、阮世子请假，杜小琪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翘课？请假的就只有阮世子，居然连杜小琪都没有。 王昭宝，哟，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来啊？为什么要问我？班长不在，你是副班长哎，当然要问你啊。孙诗他们今天为什么没来？不知道，孙诗是你女朋友哎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哎，班长，不要再问了啦，他们在冷战。这样也好。 说不定分手以后，你们会更加努力读书。班长，他们没有分手，他们是在冷战。干嘛啦？我没讲错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大家翻开英文讲义第二册第31页。我去透透气。哎，插我。 再过几天就要回日本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把你丢在台湾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祥恩，你这样子做根本就是在绑架。是你不想跟我复合，我才会这么做的。我跟你求了。小青，小青，听我说嘛，难道这一年来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吗？难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全部都忘了吗？ 我还记得，我们高中的时候说好要在一起，一起出国念书。我们说过要在一起一辈子的，难道这些你全都忘了吗？不要！来不及了。如果是一年前，你爸被我们分手，你要带我走，你会毫不犹豫。但是，你今晚有你。 你就是小姐的前男友，关你屁事啊！没种的男人追不到女人，就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硬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限你10秒钟之内离开我的视线，要不然我保证让你去医院躺一个月。还不快滚！ 可能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再来烦你了。好了，班导再点名，赶快上去了。哎，你该不会在哭吧？才没有嘞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
抽屉里面有干的毛巾，先拿出来用。哦，记得这里有电脑。没关系，这里有电脑。哎，这房子是谁的？是我阿妈的老家，她变成了植物人之后，这里就空下来了。太好了，还能用。你过来把衣服烤干吧。哦，谢谢。可是你也湿的，你不烤吗？我本想等你考完我再考的，但是如果你 OK 的话，我是不介意跟你一起脱光光考的。啊，武进，武进，那毛巾归我，电暖气归你啊。我们一起在这房间，你要我怎么考啊？我操！我操！喂。我觉得你比我还需要电暖炉哎！哎，你还亏我，你这个女生真的很不可爱。喂，你干嘛都不讲话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好说，就不说了。刚刚干嘛哭得那么伤心啊？为了一个纨绔子弟，值得哭得那么伤心吗？哦，你也知道纨绔子弟啊？那你知道纨绔子弟的英文怎么说吗？纨绔子弟 ，play button， 三位布拉德。哪有人直接中翻英的、啊？那答案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女生真的很奇怪。喂，你不要过来哦，别想偷看我。你太骄傲了吧，我才不想过去嘞。钱总是为了他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哭吗？我是在为我自己哭。那你为什么要为自己哭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很笨啊。其实我的初恋早在一年多前他去日本的时候就结束了，可是我却还把他摆在心里多留了一年。不太懂哎。本来我一直以为我还喜欢着他，可是当他今天问我这一年多来你有想我吗，我突然发现原来住在我心里的是回忆中的他，而我忘不掉的是我付出的感情，而不是他。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，可是你可不可以用中文再解释一下？哦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感情已经错过相接点了。女生啊，一旦没有了感觉，爱情也就没有了。哇，这样听起来你们女生还蛮无情的嘛。